般配。你是越发的不知廉耻了。过奖了。我听说王爷曾经喜欢过一个凡人，行止神君后那个凡人究竟分神似的。没想到你们云界将这么爱抢香，我可以查一个吗？别惯着他，我就要吃榴莲味。你说什么？你府上突然多了个人，是否要加些人手？不用，本来也没想把他伺候好。哎，王爷，旁边的仙君是谁啊？真般配，是芙蓉君吧？不看起来那么浮夸。那芙蓉君，我是你们王爷未来的夫君，是特意来招惹我的。明明与我有婚约，还与他人有私情，这碧苍王母我全懂。皇帝带着他的姐妹们找上门来了。神君不容玷污，不是所有人都善于忍耐的。这一碰到自己喜欢的，那真是无法自拔了，一颗心都要扑进去了，拿捏不住分寸，进退失据。哎呦，啊，没看出神君是情种一个。本王活了千年，走，倒是第一次这么被人调戏。你过来，我早就想这么做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